我们伴奏的这个是六年级蔡雨谦，那下一首伴奏是卢玉珍，这两位到我们等一下最后两首还有更失重的表演，先为我们弹伴奏，但小提琴、钢琴都很棒，也是我们弦乐团十几年以来唯一两个首席，以前都是一年一个首席，今年我跟他们封两个首席，因为两个互相上下都很棒，等一下最后两首我们期待，我再特别介绍他们两位，谢谢。 谢谢我们 ABCD 团，所有的同学，现在我们 D 团的小朋友请到向左转，接下来是由我们两首是我们 ABC 团，朋友是五年级的中国居小朋友，他的哥哥也是我们之前的首席，现在国三，现在在会考，特别提一下，他的阿公是。 学校很多同事可能都是，让他阿公叫我是南，我们台南大学音乐系的教授，音乐世家，这个以前他哥哥首席，他也是未来明年的，就下个学期的首席，钢琴也弹得很棒，小提琴也一把照，所以特别请他来为我们伴奏这一首，谢谢。
接下来两首呢，这个小象的步机舞跟另外一首刺激啊，是由三年级的小朋友替我们弹伴奏啊，这个是徐宇成小朋友，谢谢。这一首刺激，一部电影的主题曲，他应该在场各位都有听过。为我们伴奏的是刘鹏敏，三年八班。Thank you.
们新乐团今年有两位考上国中的音乐班啊，一真他是考上这个后甲管弦乐团艺术才能班啊，特别提了一点哈，就是啊，他是数科最高分的哈，数科榜首91.9啊，这是我几年来听到最高的一个哈，能够90分就已经很不得了，也有永福国小音乐班的来考，可是他的主修是最高分的哈。事后问出来是这样子，好，那当然，主修是占50%，还有钢琴、还有乐理是占听写这样子啊。不过啊，因为他也很认真，但是我在复兴国小10几年了啊，弦乐团大概毕业也100来位的这样子啊，他是毕业的时候程度算是最好的啊，这样子啊。那蔡琴也在国中之间啊，等一下介绍他，然后另外介绍这个。这位小帅哥就是卢一真小朋友的哥哥，哦，高南一中高一，也是我们复兴国小的校友嘛，今天是校友的身份会来支援我们新乐团，他是以前那个吴志旭老师那班，吴志旭老师有没有来呢？我是会跟他提一下哈，这么优秀的学生啊，我们把他请回来，刚才在后台啊，今天就有两位同事啊，悄悄问我，那个小帅哥是谁啊？首席的哥哥哦，蛮帅的哦，好，今天回去晚上睡觉前偷笑一下就好，好，这样子，他的确很优秀，然后他来帮我弹这两首是比较困难的曲子，这样子，可是都没有事先跟我们这几位有机会合作，因为他要上课啊，只有事先把伴奏录好，然后带到学校，让我们学校在我们教室跟这些小朋友练习，所以他现在临场有这样的反应啊。的确也很不错的。然后下一首啊，就是今天最后一首这个波兰舞曲啊，这一首是最近几年的那个只要有比赛，这首就很有名啊。那由我们蔡宇谦另外一位首席来担任中间某一段独奏，他是今年考上我们大成国中的音乐班啊，也是非常优秀。他们两位同一个时间学小提琴，都是小二开始从团体班开始学，然后之后就进入个别课啊，个别找自己的老师指导这样子啊，两个哈。我就一直跟他们开玩笑，他们两个哈个性差很多，我经常说，如果他们两个能够互补的话，哇，天下无双了。他有的优点，他很少啊；他有的优点，他很难达到啊。每次都希望他们能够互相学习对方优点。不过他们很难得的，像从2年级这样啊，然后一直学到现在哈，他们私下是非常好的朋友，经常带来带去，听说是这样的哈，很难得的哈，希望这样子的情谊能够彼此延续到往后更长久的时间啊。然后另外本来这首是只有4个人啊，那另外介绍这个郑如月哈，那我们这4个是今年去参加大台南音乐比赛7周第3名哈，第3名成绩不太好，所以就没有就不好意思说什么哈，这样子本来是想说要拿到第一名，结果就。是因为我们比赛前3天6年级刚好去毕业旅行了，所以回来没有什么时间练习啊，当然这是借口啊。特别介绍郑如月他4年级而已哦然后他这次参加大台南音乐比赛有30个人，中年级组30个人，他拿到第2名哦，中高。因为那个第1名都是台北来的，那我们在现场一听，我跟另外一个小提琴老师两人就对望一眼，听一句就说，那个应该是第1名的哈，那个是要来拿第一名的，所以哈，我就把它封为他是我们台南区的第1名这样的。那我们就马上来进行今天的最后这个，我本来有跟他们说我要指挥的会比较整齐一点，可是呢。我还是让他们试胆量试默契一下，这首我就不帮你们指挥了，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吧。好，谢谢。
升到音乐会的水准了。谢谢建宏老师啊，谢谢表演的小朋友。